本期讲解一个视频号分成计划小项目，几天时间就可以爆一条，两天就可以跑到1000的利润啊。作者本身就是搞这个视频号带货业务的，之前火热的视频号分成计划，作者在七月底的时候就已经测试，当时单价比较低，平台扶持也没那么大，后来经过团队测试啊，现在是继续把重心放在视频号带货上啊。视频号分成计划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啊，每天赚个百十块钱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你看都是最新的，都是最新的项目啊，报了的话能达到500-600。大家看，一两天就可以报啊，一两天就可以报。大家看看，8号、9号都是最新的，能达到一个新号，一天能报到一两千块钱，非常猛，非常猛的一个项目。这是课程内容，包括这个怎么挂车、怎么开车分成计划、怎么下载视频、剪辑、如何剪辑、如何生成标题、注意事项、下载视频的插件啊、颜值换剪素材的玩法啊，非常多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5节视频课啊，还有这个插件啊，插件全部都有，还有这个素材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视频号分成计划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